们进行白队的表演。我觉得看到这个道具，可不可以直接就宣布白队赢了？太恐怖了吧！太恐怖了，这个看起来好像大阵仗。哇，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那种魔术哎！你要看，你要看，先看这一根。来，我就给他们 stand by， 他们还准备了这一根。你还到时真的脱不出来，就可以把它打破了。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对，因为这魔术真的非常的危险哦，所以我先呼吁，就是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千万不要模仿。千万不能模仿。对，那再来，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魔术师的安全，所以我们旁边请黑衣人。帮我准备了这个铁锤，如果任何的问题，帮我把这个水箱敲破。我看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还有最重要就是，可以请我们主持人帮我检查一下我们这个铁盖。我们小金铁盖啊，你来看看是不是真的铁盖？完全没有问题，架杠实心的。哇塞，架杠啊，架杠啊！对，架杠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魔术就可以正式来表演了。OK， 对，欢迎白队的表演，加油！太恐怖了吧！我们光绕在这里绕着顾伟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而且整个舞台都拆掉了。而且现在你看，我们前面看到这女孩子穿衣服是白色的 ，OK， 记得哦。各位记住她的脸，她现在要拴上许多的铁链。因为所有女子她穿白色衣服哦，记住这样就好了。OK。因为那每个都很漂亮哦，对不对？而且女生做这个是第一次看到哎，对，没有看过女生的。最有名是胡迪尼，胡迪尼逃脱大师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最后也失败在水里面了。对，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魔术。对对对，哇！哇！看哦，就记得他的衣服哦，他是唯一穿银白色的马甲，还用锁把它锁起来耶。而且一般这魔术都是男孩子表演，很少，几乎没有看过女孩子。因为这需要第一个要需要勇气跟技巧，还有肺活量，对，肺活量。我只能水中，我只能说 ，Mr. Mage 没有找我帮忙做这个，哇，真的太感谢他。现在觉得那个轻松了吧？好，两只手都上锁了，好，而且都用那个，你看，好大的一个铁，对啊，那个锁锁住哎。看着觉得好惊心动魄，哇塞！哇，那哎，他扣到手背去了耶！对啊，看你只看手背，整个扣起来，手腕全部扣住的哦。对啊，这怎么走啊？怎么挣脱？要小心，他进得去吗？最重要是他怎么样？哎呦，这水是冷的吧？哎呦，这种天气，如果他是冷的水的话，哦，他在扣在身上啊，还要再扣住胸口。哎呦！哇塞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这是一个不要命的魔术啊！哇塞！哎，深呼吸啊，深呼吸啊！小心哦！他应该……哇塞，深呼吸！他很紧张。哦，而且冷水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可以吗？好好吸一口气再说。OK， 来了。OK， 盖上，来盖上。各位，现在是跟时间在赛跑哦。各位，他在里面被锁住哦。各位，他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是真实的状况。你看那个女生。OK， 哇哇塞！哎呦，时间一秒都过去了。黑衣人要 stand by， 不行，真的就要把它敲出来了。可以出来一点，出来 ，stand by， 好恐怖哦！哎，有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h my god！ 哇塞，这他在里面，哇，哇还在里面，在里面呢，在里面，喂，他还有呼吸吗？好紧张哦！有人，哇，这怎么办？哎，他怎么办？OK 吗？他在敲了耶！不要这样，还在里面，还在里面，还在里面。算了啦，哎，敲破吧，快点，敲破了，哎，哎，好恐怖哦！我跟你讲，他必须这样，哎呦，要去救他，要去救他，快点，快点，先敲破啊！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先敲破不行吗？笑吧，还是先敲破吗？哎，慌了，不行啦，他慌了，哎，我觉得他慌了啦，我觉得他手应该挣扎了啦，危险，危险！哎，停了啦！哎，停了啦！可以吗？停了啦！哎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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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危险了！到底怎么了？现在怎么？要不救他啦？要不敲玻璃？要不敲玻璃？哎呦，快敲掉了吧！啊！哎哎。
塞，黑色在里面，放黑色在里面。哇！哦，这个吓坏我了。我一个人去。哎，哇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刚才一度以为你已经没气了，你在里面。